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回应感情的事情。Right now， 感情上犯的错，那不代表我这个人有问题，我的人品有问题，我只是感情学分不及格。那我在工作上面，我在朋友的感情、家人，我觉得我没有做得不好。你不能去干涉别人怎么对你，别人要怎么样的决定，你是不能去干涉的。那只能谢谢他们。那当然，我就会更感谢留下的人。我觉得我不管今天怎么样，发生再大的事情，我永远都是会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。我觉得人生的挫折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如果你一直在后悔，你一辈子都在后悔，就往前走，往前走。然后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从那里跌倒，自己搞砸的，重新再爬起来喽。你不用去管别人的声音怎么说，你就努力做好。你怎么绕到这个地方来呢？硬绕。我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回应感情的事情。Right now。不回应了，不回应了，不回应了。我只认真工作，然后把大家对我的期望，还有宽宏对我的恩，努力的回报给他们。就是在感情上犯的错，那不代表我这个人有问题，我的人品有问题，我只是感情学分不及格。那我在工作上面，我在朋友的感情、家人，我觉得我没有做得不好。我相信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我相信是有的，但也请大家记得我以前所为大家做的好的事情。我不会奢求你们觉得过，你们可以永远记得，但也记得我以前带给大家欢乐的罗志祥。因为因为这媒体也在写，那我就觉得那我就认了这个名字嘛。这个动作其实很多团体啊，跳舞的歌手啊都会做这个动作，但你们给我的这个名字我收。其实要做这个真的有点难，复合肌群要练，大腿那个要练，真的，要不然你会很不稳，也会不好看，要练。好好好。